找对地方了吗？我倒是情愿死在你的手里，可是怎么办？好像有人看过来了。你大可以当着他的面杀了我，回到他的身边去。只是阿姨，你的太子哥哥会接受一个满手鲜血的你吗？你我就喜欢你睚眦必报的样子。承认吧阿姨，你与我才是同一类人。阿姨，阿姨，你可还好？那日后姑想尽办法去见你，奈何皇命难违，是姑没能护住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太子殿下，这光天化日的，你对本座的夫人如此关切，这怕是不妥吧？我与夫人举案齐眉，本座敬她护她，何来委屈一说？如果真心敬她，又岂会在皇宫内廷如此胡来？你们方才那是在做什么？你不都看到了？对吧，夫人？你去吧，注意点，别被人发现了。是。对不起，姑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没事，谢谢。启禀陛下，漳州传来急报，大封军队十万余众陈兵漳州，急需速速支援。什么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庶子小儿竟敢犯我边境，谢国公何在啊？臣在。臣命你谢家勋火速前去支援，明日一早祭天启程。是。陛下，臣举家出兵，唯小女留在南都，望陛下照拂一二。嗨，这个是自然。下封谢氏为定北县主，三位爱卿应该没有后顾之忧了吧？臣女叩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平身吧。谢婉音，你过来。让
让朕好好看看。你小的时候，朕还抱过你呢。朕记得你从小习武，立志将来要当一名女将，征战沙场。怎么，这长大了反而成了闺中闺女了？臣女幼时在幽州遭逢绑架，伤了右臂，当日幸得太子殿下相救，但从此伤了根基，再也无法习武了。啊，可惜，可惜呀！竟然还有这回事儿。太子何时去的幽州？朕怎么不知道？如何？这个月的药下了没？下了，下在陛下每日必吃的药膳里，定当万无一失。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对不起，姑姑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娘娘息怒，谢姑娘并未多问。宫中宫女向来携带各式的香粉，想来并没有什么可疑的。此事事涉重大，宁可错杀，不能放过。这个道理还要本宫教你吗？是，阿曼定将此事办好。办不好此事，提头来见。是。又是这个谢氏。又是什么鬼名堂？今日是十六，是主上每月一次斋戒闭关，需临入药池悉心调养。你是为了谢父出征的事来的吗？是，我要去给家人送行。我今日闭关，没法陪你去。告退。今日怎会如此虚弱？小芝，主上，你选出十个斩玉阁的好手，陪夫人前去。啊，不就是去梁伟山祭庙出征吗？有这么危险吗？是是是是是。谨遵阁主之命。太子何时去的幽州？朕怎么？车夫，车夫，
主上，是展玉阁求救信号，连尾山方向。阿姨出事了。主上，今日你毒发，绝不可贸然行事。主上，夏枯之剑发作，稍有不慎便会爆体而亡，三思啊！好狠的小娘子，这一招我用了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敢扎自己咽喉命脉的。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刺杀我？到阎王殿里面问去吧。什么事啊，慌慌张张的。那个孩子，那个身负剧毒的孽种还活着。谁？纳几慈？我应该叫你父亲大人。国丈大人，我究竟犯了什么大罪，叫国丈大人，我的父亲，皇后娘娘，我的长姐，对我全家都下如此杀手？究竟为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只不过想要活着，想要我的孩儿活着，我做错了什么？纳府全家四十一口人，今日尽数浮出。你们可都满意了吧？今后我这里孤魂天天祈祷，不入轮回，诅咒你们不得善终。怎么可能？那家满门被灭，是爹爹亲自去督军的，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。那锦慈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是阿满亲眼所见，果是东方罪，就是那锦慈。这毒是何时中的？
此毒名为夏枯之剂，打娘胎里就有。你就折腾吧，哪天把自己折腾死了，哼，我还乐得恢复自由身。你说太子与你有恩，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天演29年8月16日的友州。确定，当初救你那个孩子是太子。